好，大家午安。我们是 Rapid，我是 r a c h a r Rapid 在纽约成立的品牌顾问公司，在亚洲已经十年。重点呢，就是希望帮亚洲的品牌走向国际。那今天很开心有机会担任啊、呃、第一场的讲者。那我们来聊聊什么叫做品牌策略。那过去十年都在大外商帮助很多品牌。 建立国际品牌，但这现在呢最大的 passion 其实是希望帮更多的亚洲品牌能够走向全世界。同时呢，也在许多国际的加速器，包含 CoCom 及 TechStar，担任 mentor 的角色，都是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品牌、台湾科技的能量，然后如何一起走到全世界。今天呢，主要我会分成五个部分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谈谈品牌策略重要吗？接下来我们会看什么叫品牌策略。 第三个部分，我们会实际透过一些案例来分享如何善用品牌策略创造竞争优势优势。那最后一个部分，当然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快速的检视自己的品牌策略，还有最后的 Q&A 的时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品牌策略。如果我们现在做一些小小的练习，呃，大家一想到电动车，你脑中第一个浮现的，你会想到哪一个品牌？ OK，可能很多人脑中第一个冒出的 maybe 是 t e s l a 或是有其他的品牌。接下来第二题，如果大家想到脚踏车，你心目中可能会想到哪个品牌？好、oh,，看到大家观众反应蛮热烈的，有些人可能会想到捷安特，有些人会可能想到 Track，或是想到一些其他的品牌。那如果说大家一想到休旅车，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品牌？这一题就比较难了吧。 好像我们没有一个品牌能够很清楚的打稳消费者的心。换句话说呢，其实在哈佛哈佛的教授 Doctor George 就跟我们分享到，人对于一个类别的事物里面，最多他脑中的容量只能记得七个，但是如果我们换成品牌来说，能记得三个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大家刚才表现的都非常的好。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经营品牌的时候，要如何划定对的战场？ 并且呢，能在客户心中挤上前三名的位置，就是每一个专门在经营品牌的人都遇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身为一个品牌顾问呢，这几年常常被问到的几个问题，有有些人会跟我们分享，行销活动我们年年做，但是消费者还是不清楚我们的品牌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跟我们分享到是：哎，流量在有买广告的时候增加，结束的时候就传过水无痕。另外，有些客户跟我们分享到，他们的客户好像都说不太出来，他们的品牌跟竞争对手最大的差异点在什么样的地方？当这几件事情，如果大家心中有这样的疑问，可能就需要好好思考我们的品牌策略是什么。回到品牌策略开头，我们先聊聊什么是品牌。 在五六零年代，大众消费品大家寻求差异化的时代，大家想到品牌，可能直接想到的会是 logo，会是我们的 VI，会是我们的 CI。随着更进一步呢，大家在谈到品牌，大家可能会谈到的是各种不同的 communication，包含我们网站怎么做沟通，我们的主视觉怎么沟通，我们要拍什么样的影片，我们的 PR 怎么对外宣传，甚至我们的活动跟我们实体接触客户的零售。 但如果我们再往外一层，我们在看到的品牌在今天，其实我们更重视的其实是品牌它的一言一行，它代表这个品牌每一个每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代表了我们品牌的每一个部分。除了在产品上怎么样提高消费者的体验之外，最近几年其实更多的客户其实在找我们谈到的都是我要如何找到第一流的人才加入我们的公司。所以包含品牌，包含了组织文化。 品牌的建立，甚至我们要怎么吸引对的人加入我们？Employer Branding，雇主品牌，其实这几年我们常讨论到的重要的议题。另外一个层面，随着大家社会环境以及呃我们的员工还有社、呃、我们的消费者对于环境、对于社会的意识逐步的增加，ESG 跟 CSR 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重重新回过来思考，如何把这些品牌的每一个面向都融合在一起，变成品牌的核心。当然，品牌在发展下去还有很多事情，其实是随着产业、随着科技的演进，还有很多啊、呃、还没有被清楚定义的地方。这就是品牌有趣的环节。我们怎么样在不同产业找到最适合跟品牌一起发展的方式，那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会问我们说。 做品牌好像很多事情，没错，上面的确有非常多事情要去做。那如果我们大家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一个核心的策略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做品牌就会很多投资遍地开花，但是不会结果。 所以我们在说做品牌，其实它不是只是单纯纯是一些广告术语，或者是名字，或者是 logo 而已。我们更希望的是品牌，它其实一个战略性的平台，它可以传达我们品牌、我们自己公司的核心的理念、核心的愿景，跟它如何协助我们达成我们核心的商业目标。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件品牌已经够多事情了，但更难的是品牌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谁。 而是我们的消费者心中认定我们是谁。换句话说，品牌我们要怎么把消费者放在核心，找到对的定位，让我们的品牌在消费者的心中产生独特的地位，就是品牌定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两个简单快速的例子，可能大家家家喻户晓。第一个是 Airbnb，大家可能都知道，它现在已经是全球订房呃的优领导品牌。 但是大家可曾知道，他早期两个创办人在旧金山成立的时候，他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他们提供的服务跟其他对手差异化非常的低，就算他们绞尽了脑汁，每年想出新的行销的呃宣传活动，但是很多后进者用更低的价格，同样的方式，就快速剥夺他们的市场。 所以他们很认真的思考，如果要让 Airbnb 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独特的品牌，那到底要有什么方式才能够让他们成为一个 super brand？他们重新思考了他们整个品牌的价值，跟他们要提供给客户的核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环节，就是他们发觉很多旅客去外面住宿，他其实要的不只是方便性而已，他要的是一种归属感。 他要的是在一个不同城市、不同的床醒来的时候，都感觉到我是属于这个城市的。所以，因为这样核心，他们推出了一个他们的品牌策略，就是 b l o n anywhere。他们希望让他们每一个使用 Airbnb Airbnb 定房的每一个顾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属归属感，然后让它的产生，甚至还为它 logo。 创造了呃新的 l o g o b e l l o w 让各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松的感受到他们品牌活泼、他们品牌热情的精神，把它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有很清楚的品牌定位跟品牌的策略之后，在全世界各地的 campaign 就可以更具体的去落实，包含他们怎么样去沟通，他们要创造什么样的痛调，透过一连串连续好几年的规划，他们可以让整个品牌重新翻新，也变成大家心目中在订房上的 super brand。 另外一个是我个人的例子，我个人是一个像摄影迷，所以徕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心目中很大的一个一个圣地。所以有十年前呢，有机会在法兰克福出差的时候，呃，去拜访了他们那里传了五代的一间专门徕卡专专门店，从战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代的传人了。那进去很有趣的是，他们不是展示一系列的产品，进去它里面的人。 他很很巧的遇到第五代的接班人，他很有耐心的跟我解释，呃，历史上每一代莱卡经典的相机，而且跟他们每一个伟大的摄影师透过莱卡相机创造出经典的作品。我们聊得非常开心，也交换了很多摄影的 idea。那我们回到了大厅，越聊越多，但是我在这里问了我生平觉得最蠢的最蠢的一个问题，我问他一个问题是。 除了徕卡之外，现在有很多相机品牌，其实也蛮不错的，像 Canon、像 o 康，都是一个不错的品牌。那为什么我们要买徕卡呢？他笑了笑，他跟我回答，他回答我说：“For Nikon or or Canon, they are all good cameras. 他们都是一个好的相，他们都是一个小好的相机。But, l 卡 i a is l 卡。i a 我听完之后，二不话不说，我就掏出钱就买了。我想他们的员工教育训练一定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讲一个品牌高明的定位，其实通常不是从产品，而是从顾客的心理去着手。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如何善用品牌策略，以创造出我们独特的竞争优势。如果呢，我们心里有几个问题，要怎么跟竞争对手差异化？行销资源有限，要怎么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们是市场的跟随者，要怎么样后发先至？若产品找不到差异点，我们要怎么行销？公司想切入高价位市场，或是呢，公司只贩售低价位产品，怎么差异化？甚至 B to B 的生生意也需要定位。那这如果有这些问题，我们可能就需要聊聊品牌策略。接下来我会透过一个跨国企业，一个隐形冠军，跟大家很快速的分享我们这几年是怎么协助大家做品牌。 我们很开心也很荣幸陪着我们的客户 a s e r 走了这十个年头。一二年我们刚接手的时候，蓝旗刚离开 a s e r 面临到蛮大的困境，所以重新思考了 a s e r 要如何重返荣耀，重新定义它的品牌。这十年回过头来，我们跟着它一起看了，大概可以分为切为四个阶段。 首先，我们怎么先协助 A r 把核心的品牌、核心的价值给重新找回来，重新建立起很坚实的品牌的基础。第二个阶段，随着要怎么样跟消费者沟通，在他心目中创造那个独一无二品牌跟消费者连接在一起的 moment，那这是我们第二阶段在做的事情。 随着很多新的领域，尤其是电竞，尤其是创作者，很多新的领域兴起。我们帮他陆陆续续创了许多新的品牌。最后，更重要一件事，我们怎么样让 a s e r 重新跟他的员工连接在一起？那这是在最后 Project Humanity 在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很快的是，我我们跟 a s e r 重新一起定义出他整个品牌核心，找到他品牌最核心的精神，不只是卖贵的产品，而是要让人人都有机会享有科技所带来。 的便利，而且可以透过科技学习到它可以学习的东西，重新梳理了 a c e r 它的品牌调性，让它变得更亲民。 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沟通形式、新的方法，也让整个员工在新的气象中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更好的接触、更好的沟通。重新调整品牌对外沟通语言跟沟通的痛调。第一部分我们先止血，第二个部分我们回到一个关键点是怎么样让 a s r 跟消费者产生连结。所以当年我们做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跟着 Acer 一起，一一一年有两次重大的活动，我们叫 GPC（Global Press Conference），一次在纽约，一次在柏林。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自己所有 o w n 的平台，开始跟世界讲话，让全世界知道台湾的产品怎么样在全世界可以发光发热。发热。这是当年 Acer 在在投资在 VR 上面的时候，我们租下了纽约最大的、全球最大 IMAX 的剧院，在里面做整个品牌发表会。在现场呢。 engage 有现场参与有五六百个全球科技媒体，那我们怎么样让科技媒体感受到 a c e r 是一个怎么样的品牌，并且让他们的品牌精神能够透过这些科技的媒体 KOL influencer，它可以更有效的传递到这些呃受众当中，创造一系列的体验，然后甚至在不管是 online offline 都做了更好的连接。有一年呢，我们租下了纽约的音乐厅，玩的是。 Symphony 是交响乐和弦的概念，每一个科技在每一个部分，都是我们怎么样连接起来，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更大的贡献。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产品能够让它变得很吸引人，然后同时跟每一年的主轴都让每年的科技媒体产生很多的期待，就是我们持续在做的事情。 那陆陆续续有许多新的品牌持续产生，包含创作者品牌，我们也是从了曼哈顿搬到了布鲁克林，吸引更多的创作者，然后来参加，然后来吸引大家，呃，也听到他们更多的反馈。所以我们也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办的呃 party，那也希望让更多的媒体都有机会更体验到我们的品牌。我们在柏林呢，陆陆续续因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调性，陆陆续续做了一些，也持续的去拓展，然后发展的一些事情。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想分享的就是，Part of Humanity。呃、uh, a s e r CEO 也是现现任董事长陈文森先生，他其实跟我们分享到，我们要如何？我们现在 a s e r 已经很 Profitable，但是我们要如何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感觉到 A proud of a s e r 所以我们希望重新定义 a s e r 他对这个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环境的连结跟贡献。 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连接。我们重新拟定的策略，重新找到了 Acer，他很有理想，很有想法，也很有行动，帮他们设计一系列的 program，重新连接到一个品牌跟一个社会，它可以有怎么样的贡献？这是 A Project Humanity 的由来。我们从教育、从环境着手，创造一系列 campaign，全球七千多名员工，有五千多名热烈的响应，那也持续的在进行。现在也变成是一个很重要，每年在 Acer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一个一个指标性的事情。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电竞品牌。当年电竞品牌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要如何让这些喜欢玩游戏的 g a m e r 觉得 Acer b r a n 很酷，这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新的品牌？所以对于做这些玩游戏的人，要如何产生一个 tribe，产生一个群体，就是很重要。重新设计了一个品牌，打造新的调性，设计了整个 tribe 建立的模式，跟它整个 brand manifesto，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 都感觉到 Acer 这一个新的电竞品牌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完全 Built by gamer for gamer 的设计。那这一系列的体验都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快转，呃，这几年其实也呃也让这些新的品牌也在 Acer 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最后，我们如果看一下隐形冠军，也是奥库玛，也是品牌台湾很重要的推荐的一个客户。它其实是全球前三大的渔具品牌，但是过去很专注的在做产品。我们怎么样让钓鱼的精神可以重新展示，而也可以重新跟他们连线，呃，钓客连接在一起，就找到它品牌的定定位跟调性。所以我们重新定位，找到它调性，就是钓鱼的这些人，其实他们每一次挥杆，不是自不是只是自己跟钓鱼的。 鱼之间的搏斗，也是自己跟海洋的搏斗，甚至是自己跟自己的搏斗。因为有了这种充满挑战的调性出来，所以我们重新拟定了 challenge，呃、uh,，rising with every challenge，当做他们品牌的一个核心精神 i n s p i r i n g fishing，创造他们核心品牌调性跟一切品牌的策略跟定位，重新做品牌摄影，把他们的科技层面能够更好的让更多钓钓鱼的人都知道。现在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 雕客越来越知道 OKUMA、ok、这个品牌，这几年快速成长。最后呢，大家一定很好奇，想要分享。那如果我想要做品牌，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很很清楚、很明了的跟大家分享？我把它简单归纳成总共有五个步骤，分别从第刚开始，你要先检视我们现在品牌在目前市场上属于什么样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想要在消费者心中塑造怎么样的品牌定位？接下来。 我们市场这么多竞争对手，我们要如何跟对手竞争？如何差异化？接下来如果要完成这件事情，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来赢得消费者的心？最后我们怎么不断的反复验证、反复优化我们的品牌策略？所以一个好的品牌策略要可以帮助企业划定战场、区隔竞争、抢占顾客、吸引人才、建立优势，并且指引方向。所以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秘密武器，这也跟大家呃。 这是一个小小的诊断，那也让大家可以做一个练习。那下面有一个 QR code，大家如果等一下可以扫扫一下，可以里面有线上版。那首先我们要说，哎，第一个是我们什么公司？现在是一间怎么样的公司？OK，我们先做一个现在的诊断。接下来三到五年之后，期待我们成为一间什么样的公司？为了要达成上述的目标，公司会面临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相较于竞争对手，我们公司最大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呢？ 而在产品服务上，我们的独特卖点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客户是谁？我们很有信心地靠着什么样的关键资源来赢得他们的心？因为这些事情对目标客户来说很重要。总结来说，公司现在最需要什么方面的协助来突破现有的挑战，以打打造独特的定位，并创造竞争优势？最后一个不用写 Rapid，、啊、现在有非常多很厉害的顾问公司，我们希望说有更多人可以帮助台湾更多的品牌做走出去。最后呢，很快的跟大家分享 Rapid。 一零年在纽约成立，现在在全世界各地属于 Q 的集团，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呃分公司。我很多人会问我们说，Rapid 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回过头来，我们整个集团 Q 的定位是希望成为二十一世纪的 Creative Collective。这些公司每一间加入我们的公司，都是怀抱着理想，希望透过创意、透过策略，可以帮助。 这个世界解决一些面临到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变成创意的一个核心，让这个社会跟着，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所以不管是 i d o 做 design thinking，不管是太阳剧团出来的 City，他们都是我们的姐妹姐妹公司。回过头来，Rapid，我们在身在亚洲，我们很希望我们的使命是我们希望 We bring Asia to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to Asia。所以回过头来，今天很快的做一个 recap，我们今天讨论了品牌策略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看的定位要怎么让我们的品牌在消费者心中建立独特的地位。接下来我们透过跨国企业隐形冠军的实战案例的分享，让大家稍微有个 overview，怎么样经营一个品牌跟做一个品牌的规划。最后呢，我们透过策略的五步骤创造竞争优势。那还有包含一个品牌策略啊、呃，跟大家立即诊断。 所以最后也很开心跟大家分享。那这几年我们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所学，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学习。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呢，都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上面有线上版。那如果大家有填完之后，我们也很开心啊、呃，在事后都可以跟我们约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对一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解呃讨论品牌策略。所以今天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品牌策略，我们是 Rapid，谢谢大家。 品牌台湾绽放全球。